国税收4000万，蔡正元道歉了，以后应事先请教。前立委蔡正元日前在脸书爆料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帮忙募款4000万给高雄市长韩国瑜作为竞选经费。韩国瑜公布选举账户收支，87%是小额捐款，政党捐款只占0.1%。前立法委员蔡正元先生所指控的4000万，由吴敦义主席交到我手上，完全是个错误的资讯，不攻自破。我跟蔡正元委员是多年老友，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不实的资讯来指控我。我深深觉得蔡正元委员欠我一个道歉，道歉完毕大家还是好朋友，如果连道歉都不道歉，朋友也就到此为止。因为我跟他没有直接联系，这样的话啊，以后如果有的话啊，我也就会直接联系跟他请教啊。那对于没有事先知会他，给他造成困扰，我表示歉意。那我很诚意的表，就这一点表示歉意啦。蔡正元表示，当时他在脸书指的不是韩国瑜直接收了吴敦义4000万元，而是很清楚的说吴敦义募款给他4000万元。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怎么打不开？是我手机坏掉吗？谁可以帮我看一下？哎，我怎么现在看不到了？进不去。哎，我的新闻在哪里？哦，因为我还没加入啦。加入好评友会员，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，限时免费。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。所以你一定要加入会员才可以看苹果新闻网，赶快去加入哦。